台灣舉行與多元同行同志遊行，有近180,000人參與，是亞洲規模最大的同性戀遊行。以換文報導。台灣今日舉行第21屆同志遊行，主辦單位表示，今年176,000人參與遊行，包括好多來自海外的參與者。隊伍由台北市政府前廣場出發，分南北兩條路線，大約2小時之後返回起點。不少參加者都穿著婚紗，或者在面上畫上彩虹圖案，亦都有人高舉彩虹旗，表達對同性戀的支持。有參加者認為，遊行讓他們有地方做自己。I think it's a chance for us to show people that we're just like them and we're not any different and that, and hope that one day the world will become a more accepting place for us. 有家長帶同小朋友參加，說希望讓子女知道日常有很多同志存在，不需要大驚小怪。今年遊行的主題是與多元同行，希望社會各界可以理解不同族群的需求和困境，減少對立。